我知道你母亲刚刚过世，我没能在你身边陪你，还总往外跑。可事出有因啊！我接近慕容秋雨是为了我们的大业呀！大业，大业，又是大业！你知道我有多委屈吗？我快受不了了！我知道，对不起，心儿，你再忍一忍。 慕容秋雨是我最重要的妻子，只要理解一丝，这整个天下都是我们的。你会成为我的皇后，成为这天底下最风光的女人。皇后？对，呼风唤雨，万人之上的皇后。 林墨哥哥，我娘亲不在了，我爹爹也，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，你会一直陪在我身边的，对吗？当然，我是你的夫君啊。那你承诺，此生绝不负我。 我承诺，此生定不负慕容馨儿。如有为事，万箭穿心。快吃吧。 你找本王有什么事？七爷，来者是客，不请我进去坐坐吗？本王不知跟你有何可谈，就在这儿说吧。这段时间，七爷对姐姐的好，馨儿都看在眼里，就是不知姐姐对七爷是否也同此心。 你什么意思？七爷可知这是何物？这是我在林墨房间找到的，是姐姐八岁那年送给她的。姐姐不善女工，可为了给她送一个礼物，不眠不休地缝制着一个荷包，甚至还不惜把十根手指都扎破了。 林墨也珍藏至今，这件事情，七爷大概都不知道吧？你想说什么？姐姐嫁给七爷是一场意外，她心里一直有别人。你们才相处多长时间，你就这么有把握，能够取代林墨在她心目中的位置吗？ 同床异梦的滋味，我受够了。心儿看七爷跟我一样是可怜人，希望你早日看清，不要被假象所蒙蔽了。七爷若是不信的话，可以拿去跟他当面对质。 哪个男人会允许自己的女人心里有别人？
就算李姐没有完全相信你的话，但只要引起她的猜忌就足够了。等着吧，过不了多久就会传来慕容秋雨和李姐夫妻不和的消息。等着，不如亲自去看看好戏。你做什么？本王发现你跟他见面不止一次了，之前一直不说，是以为你能够自己解决，结果你迟迟不愿，怎么了？是很舍不得吗？我早就同你解释过了，你也承诺过会相信我，今日为何这么无理取闹？无理取闹，这是你们的信物。这荷包你从哪里来的？看来这一切都是真的了，所以之前你对本王说的那些都从未发自真心吧？你若不信我，我解释再多也无用。自从你踏入七王府，就处处对本王献殷勤表忠心，当初本王就不该信那些鬼话。那你呢？你可曾有对我放下过戒心？你脸上的疤是突然消失的吗？你可有对我提过一个字？啊，你不是想听吗？我对你从未有过感情，我喜欢的人只有林墨，满意了吗？你。